最快都有两点多才睡的，因为回家还要卸妆、护肤、洗头，搞了半天。然后今天早上8点钟就起来了，然后又要到公司来拍视频，就太晚了一点。欢迎神兽，你是哈佛的那一只神兽吗？欢迎风之天平杜维，小哥哥也在好久了，小哥也可以坐在聊聊天呐。欢迎25号，我刚也看你来了挺久了。你们可以有条件的、有币的，可以加一下粉丝灯牌啊，宝贝们！欢迎你好阳光。谢谢谢谢晴空的关注。哎，这个手机没有什么好玩的东西。像摩卡的话，我们现在也是分为好几种的一个版本啊。像摩卡的话，特香版呀，特浓版，以及特浓版的四驱、特纯版，还有特纯版的四驱，就分的会比较多，所以也导致了摩卡的价格种类也很多。摩卡的起售的话是17.58，然后是前驱，然后特浓版的话是我们的18.78，就它价格，我觉得练的我都觉得累。它这个还有一个就是特浓版的四驱是20万2千八，还有特纯版的话是20万3千八，还有特纯版的四驱是21万8千八，价格太多了。晚上几点直播？晚上的话7点到9点，然后10点到12点嘛，应该是这样。我如果播得动的话，我就应该是这样。14，我还缺9场直播。我如果今天播了3场。那我就17场的话，我后面还剩6场，然后25、26、27还有3天。哦，那我今天确实要播3场，然后后面的话一天是2场。啊，天啦！21。21场直播，哦，不对，是23场直播不？我好像缺好多直播。31减去8等于多少？23，23场直播，我才播14场，我还剩9场，9场我还有24、25、26、27。4天9场，哦，那我今天晚上确实要播3场，然后的话后面的话就每天播连场。然后我没有在榜上，就是我的手机在直播，就我自己的手机在直播，所以我自己的抖音号就没有开，我是用公司的号，然后用公司的那个抖音在看。晚上来吧，你们可以点个关注，晚上的话我会开自己的号。